为囡仔，为强者行吧。为囡仔，为青年，你拢无吃饭，乃尽心，营养不良。微博结婚，各位女人是绝未让男人失望。这件事情，小妹我关心了。你就这样个丫头，要卖叫我结婚真恐怖。哎呀，结婚卖开心，像我这样才叫有实力的女人呐。男人就算了，你当是心力有超人。这就是我的特色，不如身受大病，家家你要怎样处理，就教我。啊，我那连理呀，我要去找丹木药，我今晚今晚行顿，你就好好。咱太不给小妹吧，我嘛要去。杰龙，我姐姐拢上班了，你就留下嘛。啊，我真忝。放手，卖叫我杰龙。我杰君是男人就放手，我是男人，但我唔放手。这样真歹看，我管谁的看，我要斗阵去。你放手。代表你相信我，我真紧就等。你若唔放手，就代表你心虚，一惊你会受不了毒手，会对不起我。哼，仁义就袂当构成外物的威胁。不，你自己保证，作为女婿，叶龙拢这样讲了，姐姐，你就快去挽回吧。如今诸位互相夫妇合作，家家互信天下，敢未使放手啊？到底是几多惹来冤难头？我的本，你夺不出我的九江心。但没有救一死，在下无想安幸会了。用你王七色木半分，有钱不用。如果你一心相许，我也是接受。哎呀，哈，滚生球，滚生球，放胆鸳鸯，这又为本人的美好。再说，有武功飞行大侠为你追捕，会找你的麻烦了。多谢。岁岁清甜，看你是美人一名，送你一句良言，不是本上每一个人拢未以无人待劫的俗。接下来，你要有心理准备。恭顺我明白了，多谢你的提点。好水好水，我的军为你连路中拢停办了，这种男子汉的气概对我来讲。实在是值得欣赏家长，我先告辞了。想，咱也该去找回国师了。嗯。无端饮酒伤身醉，不信伤身伤杀人。不领我攻击方，我方的消息集向我的国，消息的传中，谁不善我的军跟踪兵令之事。
秀和平，还有一呼吁，求佛祖小十人教红船修要积极人员，天后独兄我的本心情最最喜欢。天宝你不敌不牛戏修路走十步一修花走小几年走了一段路不给杨伯一句今日一天就已变心只是不敌中的王继所记载为何要被将对公孙官修不久我所一头都会蹲事当务也要绝对的理由哇你何时变个真公义求人之托用人之事你们怕等就快知晓的回答我真是名利之人用了王后官卿之事你记录就是杀人家公孙官用难得罪嫌并杀害无辜性命即使另一笔控制之因就专属脱罪这我同意也怎么有随便令但是最近我懂得提前行门五点钟银川五点半凶手列都和可伦定婚你有令庇护红孙官得救你供出这个位代表你也无法令白我银川五点半哦求个自小都是不该奖励一切五点半自小之言有理家在相公的平时刻相公还是受害者不过怎么有最不及希望就和自小是不及用头气味有一同生活公理哎呀我必分明公平论断这是十五级的希望力量毕竟需要积极化为公孙官一心一意改革用心望您能够一名多出关心一人这个机会吧我来一次我会必然性命为何公孙官一条生路就是单独一人前往九卿找谁应当有你是一直工作危机一路要提高红色危机那么说这就一笔高效这件事的行就完全结束你代表全部的人吗你就和自小人的党部就摩天贵害你干脆判死刑好了这个条件我接受我了你能为我弄天地路修和祖孝公孙官如定要求我不同意我的本这是为我自我的贵体赎罪不准阻止你爱我除非事业为体愿用只有天气来你这个人名叫应刚叫你将一位修过公子放在中原有路却意外之事要往红陵白庄之时就则应刚叫定人杀人吧我不泄露私秀公子为替不敌行踪所动就是发动晋升对龙头要会合适只要你取应刚叫摧毁公子为替也罪行一笔高兴我并不如公孙官由天机中进行勾救你不用吧我也欢心也希望你继续经济的行动一点危机你就是自由之心就
惜无尽，多谢你方才学习主持我的本，多谢你，但你真要去做去，你知影这是什么样的地方？一个不孝之人，决定进入罪恶去，你要小心。我的本，我马上就要出发，我陪你去。嗯，你在我的国等，王神吧，你在吗？从头至尾，你对我永远拢是一意孤行。我的本，你要看一下忠心，快飞去啊！罗冠军，你也了解我。一点东西就无救，暂时依旧独立照顾。喂，哎呀，这两个人来拢真，人讲有气候必有脾气，闹脾气也卖闹双胞胎的脾气。结果我也真是好人。明明只是一个星期日日的好机会，我却在这最动心，为两人担心。嗯，真受不了我贱骨的脾气。吴蝶君，你真不管公孙我吗？你亲像这样置之不理，你真要放弃公孙我了？你真惨！伊是我的情敌，我关心。伊不是真希望我跟伊分手吗？你会吗？卖戆咯！那你不管伊，就让他去做去。卖呆咯，那是怎样嘛？伊讲你会了解伊的意思，难道十八年的气就算受气，也是知影要做什么？我不然觉得我真戆，无人讲你巧嘛？吴蝶君，拜托卖这样跟我讲话，你讲得真顺，我听得真耳。习惯性资金，我无想。好啦，听说最近人拢真强悍，你这样放弃安心吗？为什么要你迄个手法做效？有伊个想法，我会做法。哎呀，这么别气，我该怎样做？我的坏心肝又发作了。一边判官，此人想救得最后天不好，我的小命嘞！公，公转俗业去，本事官应该公贵，最后天以公职论资格，随出你的公职，裁定你的资格。因何失事，必想三百条的人命？一时兴起，无任何原因。哦，我答案。因何加入电王爷等人？自动渡合，以掠夺、复仇、杀戮为乐。哦，但是你无感觉自己的答案过度干练吗？请问审判官，杀人需要理由，那与一般恶人有何差别？嗯，